金刚山举办联合普渡法会，接引大众入佛门。金刚山与高雄市前镇区新邦里举办的联合普渡法会，除了超荐信众们的历代祖先与亡灵，也让里民有因缘参与诵经拜忏，接引里民亲近佛法。今天在新邦里这一天办普渡大会，由金刚山和平馆设立馆所举办，也跟我里长合办这个说来是一个因缘际会啦，就是上个月金刚山的法师我也不太认识，他来由议员介绍来认识，他说想在我们新邦里办个普渡法会，我心里一动，这个好啊，这个对新邦里的里民真的非常好，也是个正能量啊，因为平时七月半都在普渡啊，我是家己的想法是讲，无甲新邦里的里民拢甲做伙来个办，或者新邦里对这个七月半这好兄弟来遮食好饱，互因有一个所在，互法师来甲因念经超度这是新邦里上好，互我的里民可以出入平安。新邦里里长薛文荣表示，借着与金刚山举办的联合普渡法会，透过佛法正能量的加倍，让里民出入平安，并加强里民之间的凝聚力与向心力。十方新闻黄慧如、萧瑞峰高雄采访报道。